然后呢，因为呢，今天呢，今天天暗的好像没有很快耶，是吧？还是我不够了解白天，因为我都晚上才起床。没有戴墨镜，我是觉得现在蛮暗的。真的吗？一个好的冬天就要有一副好的墨镜。好，接下来要来到那个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毕竟呢今天是圣诞节嘛，啊不是今天啦，圣诞周啦，圣诞周啦，对，圣诞那个圣诞月。如果以魔兽世界来说，现在你跟他讲了，我没有打魔兽。魔兽世界来说，现在是最近是冬令节。冬令节，对对对，冬尼大木节。冬是冬是冬天的冬，木是那个木府的木，就是它是在游戏世界里面的一个东边的木府。冬天的冬啊，冬天的冬，对，就是它是魔兽世界里面的一个节日一样，就在这段期间叫冬令节。所以有特别的 bonus 还是？那冬木节没有，我想说里面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呢？魔兽世界里面的人就会开始戴圣诞老公公的帽子，那就是圣诞节啊。在游戏时间就叫做冬木节，对。没有，我们要开拓一些比较宅的话题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不然人家我们都自以为有 sense 就讲了，人家要听不懂，这样多难为情。也是，是。但是台下有人玩魔兽吗？还是听不懂？还是听不懂？那只能说你回家玩一下魔兽世界。可是大家都在玩宝可梦啊，而且最近还有马里奥哎。现在谁有在玩宝可梦啊？哇！对不起。好像去美国度蜜月的时候，想说要抓那个肯泰罗，结果他又说要下载新版本才让我抓。那你干嘛不下载？因为好像网路要钱，所以我就没有下载，我就隐恨没有抓到肯泰罗。他就飞过去。不行了，不能用外挂了。对啊，这样就跟乐团假唱是一样。是的，我们不可以，我们都要走真的。我们接下来也是都是真的路线，对。我觉得我挑了这首歌，应该给他们两个带来很大的困扰。对，有一点，真的。阿强问吗？我没有听过这首歌，我肯定了好几次。这首歌是陈奕迅的《圣诞节》。